什么今天没有去国民党的这个誓师造势？我在厚厚做宰相，为人民追求岁月静好的日子。好耳熟的两句话，侯氏语言如今成了挺郭派的真实语言。什么行程会比去党中央誓师营造团结更重要？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这种行程是最重要的。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角色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我们一定会学习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话说得很酸，陈玉珍缺席的就是侯友宜跟参选人的誓师大会，在现场似乎还有人心不在焉。侯友宜在致辞，傅昆萁眼神飘啊飘。这场誓师大会还在国外的郭台铭没出席。近日党中央搓郭内幕连环报，除了秘书长黄建廷用祷告安抚郭台铭，还有朱立伦牛鬼蛇神说积极来跟郭董修补裂痕，也许众多的牛鬼蛇神要去进行神鬼任务啊。我都一直带着他祷告，为这个国家祷告，为他的身心灵健壮祷告，没有骗郭董事长的动机跟理由。中南部见了一些牛鬼蛇神，会不会是暗指您的父亲啊？这要去问谁说的？这个见缝插针的手法。据了解，郭台铭不满朱黄两人原因之一，还有当时郭台铭跟韩国瑜约见面后，黄建廷立刻上报朱立伦，让朱立伦及找岳父高玉仁早一天下南部见韩，表达党中央将征召侯友宜的想法，让郭台铭感到芒刺在背。如果就像你讲的，一切都公正无私，为什么要事先先请你的岳父去帮侯友宜顾庄？不开心，相较于四年前是有正当性的，对国民党造成伤害会比四年前更大。如今传出郭台铭怒断与朱黄联系，誓师大会飞出国，不想跟侯同台，意味浓厚。蓝营未来整合之路布满荆棘。三立国四本郑凯洲 爱心秀报道。